那是一个很热很热的地方，58度，热到灵魂都在飞天。只有鼓捣山下头才3000米，都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，有个叔叔居然想把我推出去。3:14:19.6秒之后，我都要洗白了，啷个办？啷个办？还好我早都有方案，要不你帮我选一个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